咁样再一次非常欢迎我哋全场嘅每一位我哋嘅贵宾、我哋嘅来宾们出席今日我哋2019我哋DNL 我哋嘅周年晚宴之低怒燃希嘅。再一次和我相送，模糊了堆积的重。在十年前呢，我们都在这间酒店，但是在隔壁的 ballroom 那里，我们摆过100位，但今年呢，我们只有10几20位。这个是贵精不贵多，珍惜和分享是我一直跟我的同事和身边的朋友说，分享自己的资源，将自己好的能量发，即是传送过。顾名思义呢，今晚夜是收工宴嘛，咁呢我要先多谢我呢班 DNL 吉隆坡、香港同埋中国嘅手足，多谢佢哋。我呢份心思同埋大家朋友攞嘅嘢咧，其實都係同樣嘅嘢，都係唔同嘅款式嘅啫。即係點嘢咧？入邊嘅杯全部係十二生肖嘅。我哋在座嘅人咧，可能未必大家到齊，但係十二生肖肯定會聚埋呢一齊。所以個人要凝聚力量。所以我從達多斯呢度咧學咗我好多嘢，所以多謝係我啟蒙老師，多謝。多謝曬，多謝曬，達多斯。坚持呢，真的是一件很可以画得出来，但是并不一定可以做得出来的一件事情。然后 Leslie 跟 Daniel 呢，会因为他们的一些小小的动作而感动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恭喜恭喜你们！我相信这不是一个30年或者40年，它也是一个今天的开始。然后我们一起再走未来的30年，好吗？本宫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差一些就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 sales。不过你都是讲广东话好了。Sales。OK, sales。其实我只是在一间不知道做什么的婚纱公司，又要排舞，又要练戏，还要不停地吃。一切都是多得我那两位咁有创意、咁鬼马的老板咯，从来不问回报。你哋绞尽脑汁、费尽心思，都是想身边的人开开心心。你哋的付出，我哋是感受得到的。对的，俗语说得好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在座每一位来宾都见证过，我们两位老板一路走来是真的是来得不易。今晚这一餐简简单单的团年饭，你想我们全公司上下团结一心、团结一致，这个我们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。我们祝愿我们 DNL 帝澳王国四海升平，万邦来朝，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咁啊，邀请到我哋嘅两位，我哋嘅大师继续要上到嚟台，同大家示范下做诶呢个精美嘅。
这个蛋糕，这个荔枝燕菜。今天还有一位我们的大人物，我们的阿昌哥的生日的，其实可不可以给点掌声，还有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寿星，我们阿昌哥上到来台，那我们有一个这么精美的蛋糕，我们要一起跟大家和我们的阿昌哥一起庆祝的。最佳衣着奖都是属于靓女来的，真的是属于我们的女士们的，要给点掌声我们的 Rachel。 哇，真的好漂亮，佢就係 Jennifer Fong， 富巢皇后上身啊！各位英木呢？许多凑巧，事后清算，既是人为。那今天我得到这个奖，不是凑巧，是我有心机。为一间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年的青春，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间公司都当他们是全部都是好像自己人家人一样，才可以长期为这间公司的服务的。还有我们有两份的40寸的大电视和55寸的大电视。哇，